就是他跟张安琪有拼哎，有，而且我们同公司，对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，就是一样的条件呢、啊。老天啊，两个巨人，王姐妹，王姐明，原来你喜欢这一型的哦。是，而且其实他们今天两个出来是，我们刚才在讨论说，这两个我们都不知道哎。你们两个本身是好朋友，我不要说你，我也是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跟黄丽啊？厉害，没有知道我们这件事情。你们两个彼此知不知道？你们都跟汪建明暧昧过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今天看到他，我说哎、欸，你怎么会来、啊？我说你是跟谁？哇塞！我记得在过年前我们录的那一集，我跟文慧，你才说你，因为你有问那个建明哥说你在外面到底放了几条线？对对，他就说好，如果你们真的要讲，就这两条。结果现在呢？而且没有，这我跟你说，等一下。健步如飞耶，完全完全不像六十岁的人。小孩子这样的速度，我就抱他。他觉得汪建明，你到底放了多少线？你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好了，我今天老实说，好，大家摊开来说，就这两条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我在家里面想说。我在家里面看电视，我都觉得说你够了，汪建明。他喜欢的女孩子有两个特性：第一，他要时尚；第二，他要居家。我说居家跟时尚矛盾，居家时尚屁呀！你说你谁看？大家都是穿高跟鞋要拖地，你跟他说你就别找了吧。DVD 还弄超大地，天最的。所以我今天有生不生气？你看两条线，我就已经在家里面生气了。今天突然间出了这么多条线，不是宝妈，而且他不止这两个条件，他要平胸，然后要够高。然后又要家居又要时尚，而且我还知道另外一条线哦，你们都不知道的。你还有？谁呀？你还有？